手被你紧紧握着，梦渐渐有了颜色，爱越是不舍越害怕离开。别说话，就这样拥抱着，让时间停泊在这一刻，不要流泪，如果星星人活着要学会放弃，走的时候其实什么都带不走，不管有多少钱，有多大官，有多大名气，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来人世上走一趟的真正目的。你想喝水吗？不，你能来能看到你正好。我还会来看你的。有些事情我对不住你。你对我很好。你跟老二的事儿，我和马学军不合适。我觉得是我错了。你没错，等你病好了我告诉你。大嫂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来看他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大嫂再见。再见。嗯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你在医院好好照顾大哥吧，他这离不开人。再见。Thank you.
在家，你敲半天你不开门呢？我睡着了，进来吧。那我都把你吵醒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小心把被子打破了。我累了。你自己照顾你自己。病吗？没有。你脸色不好。有点感冒。你找有事儿吗？哦，我来看看你。我们上午在医院刚见过。哦。我没想到你去看大哥。你觉得我不该去看他吗？我是没想到，你跟他有那么多话说。你觉得我们俩话多吗？你还是想问，我和你大哥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？马学军，你不应该怀疑你大哥，这对他不尊重。我很尊重他，我也很尊重你。如果是真的尊重，就什么都不会怀疑了。我有点不舒服，不好意思。我送你去医院。谢谢，我不想去医院。你总是这么疏远的跟我说话，我听着不舒服。我真的觉得奇怪。我觉得我不能完全靠近你。你总是在我们之间制造距离，为什么？马学军，我真的累了。你别转移话题。你费那么大的劲疏远我，到底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也没有故意要疏远你。你没有故意要疏远我，但问题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远了。对不起。你别说对不起，你也别说谢谢，我不听这些，这些都是客套话。我想听那恋爱中男女说的话。蕾蕾，你是女人，你能不能放松一下你的神经，放下你的架子？你能不能跟那大街上的普通女人一样，你跟我谈谈情，你跟我撒撒娇？你也吃五谷杂粮，你也有七情六欲。我马学军怎么了？我不好吗？我真羡慕你，那么旺盛，有生命力。你也有生命力。不说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来，走。马学军。不去医院，我就是累了，歇一会儿就好了。听话好吗？去医院看看，走。我不去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你生病了，你不舒服，你不去医院，你不是折磨自己吗？我会善待自己的，不会折磨自己。听话，去医院啊。我在家里更好。马学军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，你就让我睡一会儿，我睡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我能这么走吗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。你改天来看我好不好？哥几个，那公司业务啊，你们就替我先管着，有重要的事情再到老大那边找我。老大那边没人管，我就招呼一下啊。行，知道了，二哥。得嘞，二哥。嫂子那毛衣歪了，行，来看这儿啊，看这看这看这，坐好，哥。哎，你快，给我留个地儿啊！啊，来来来来来了。三儿，你笑笑，当警察都不会笑了。来啊，有没有首饰啊？没有，快点。来，一二。哎呀，我不照，自儿照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来，拍手。让三儿坐着坐着，有话跟你说。拍手。快。你们这岁数也都不小了啊，该成家了啊。照什么照？这爸妈走了也20年了啊，这20年，我带着你们哥仨，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也20年了，你们也都该成家立业了啊。行，我先表个态啊。我觉得大哥说的对，什么事都是假事儿，哥儿几个真的应该成家立业。我尽快，好吧，我尽快结婚。三儿，你呢？你都30了。行，那我回去跟孙玉商量商量。三儿，啊？女朋友呢？我没女朋友呀。不是你这开窍也开太晚了吧你？我读完博士还要读博士后呢。我先立业后成家。三儿，你读什么书也不影响你谈女朋友啊，是不是？你这课得补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仨你挑一个给你上课。嗯，不用，我自学。不是，哎，三儿，说正经的，你就在学校里没有有感觉的女同学？嗯，没有。那你书不是白念了吗？真成书呆子了。行吧，二哥教教你啊。这女朋友啊，女人……行行行，你还教呢？别再把四儿带坏了。先说你自个儿吧，什么时候结婚？我着什么急？我这宝马都开上了，女人呼呼往上扑呢。臭美你！潘，哎。马小文，你大哥出院了？嗯，在医院待了一个月，他早想出去了。都好彻底了。好彻底了。你想啊，他在医院也待不住了，这段时间他公司的业务全是二哥帮他打理。那，你帮什么忙了？我什么忙也没帮，咱不懂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不会学啊？学他干嘛？乱。吃了没？没，要我一块儿。
看一下就行了，赶紧回家躺着。有什么事我跟你汇报啊。我没事。你放心吧，这段时间呢，公司运转正常啊。你不是要想跟我说，这没了我，公司一样转着吗？涛哥，我想了一下，咱们也别分开了，公司合并一块得了。真的，那拧成绳子不比那单根线要结实。还是算了吧，你那庙弄得太大了，我这船小好掉头，不跟你掺和了。行吧，那我就把事儿交给嫂子了，放心吧。嗯。你都还好吗？好了，好了就来看看你。在医院那会儿，还真怕以后就见不着了。你会没事的，大难不死。是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你也挺好的。我挺好的。你喝茶，这茶特香，是明前的云雾。明前的云雾。闻着是香啊！有时候想想啊，人这一辈子要能这样，也挺好。不争不抢，喝喝茶，聊聊天，一天就过去了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让你天天这样，十天、二十天，也许三十天你就烦了。你呀，天生喜欢工作，喜欢照顾人。闲不下来。喜欢照顾人是打小落下的毛病。拉扯他们哥仨二十年，习惯了。有时候真想像你一样闲下来。我是看破了，放下了呀。人生有许多烦恼，都是因为看不破，放不下。等你想明白了，才发现，放下了可真自在啊。你可别跟我说你看破了红尘了。生亦非生，死亦非死，无所谓有或没有，不在乎今世昨非，所以自在。不是你这话，我还真有点听不懂了。华蕾蕾，别嫌我烦，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老二的事儿。那老二对你是铁了心了。大哥，你别说这个了。你看谁让我是大哥嘛，他们的心我就得操着。按说这一趟我也是经历了生死的人了，人这一辈子真就那么回事儿，一眨眼功夫就没了。但活着的时候，你得珍惜。我去给你加点水。黄蕾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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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醒醒，醒醒！我送你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，大哥，你停车。大哥，我请你停车。你得上医院看看，老这么晕倒不是回事儿。你先停车，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。大哥，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能跟其他人说。为什么呀？你别管为什么，
你先答应我。成，我答应你，我不跟别人说。从我第一次到我们的胡同，看见马学军飞跑着过来，那一幕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就是个充满阳光的人。这跟你的病有什么关系？你先听我说，大哥，马学军是我唯一喜欢的人。他的活力，他的味道，还有他说话的方式。我这后来不是同意你们结婚了吗？可你为什么又不跟他结婚呢？我小的时候不懂，但我懂的时候，和马学军结婚就是我的梦想。我去医院检查出我患了脑瘤，我在这世上的时间没有多久。马学军不应该娶一个病人，他应该得到幸福，他应该娶的人不是我。大哥，你别难受，我的病到哪儿都治不好，我们应该接受现实。我现在什么都不留恋，我也不希望你们留恋我，不希望你们为我难受。我会去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如果你们为我难受，会让我心乱，我就去不了了。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这到了医院，也许他们有办法。医生们说了，真的没办法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可千万别告诉马学军。我不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会做出什么事儿。你知道他的脾气。我爱马学军，爱得很深。我不愿意毁了他的未来。我不愿意看见他送我去医院，守着我，一直守到一把骨灰为止。那样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？不成，到医院去，也许你还有希望。人总有一死，我不希望我的死会连累其他人。人都死了，还能连累谁呀？大哥，你满足我一个要求，你带我去郊外，我想看看绿色，想呼吸大自然的空气，好吗？这里真美，没有了城市的喧闹。
没有拥挤，这里的绿色真有生命力，我真羡慕他们。先趁热吃碗面条。你不用这么照顾我，你先回家吧。你也是个刚受过重伤的病人。我没事啊，我那伤都好了。现在你是病人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当病人看。成，先吃点，看看还缺少。你得吃点东西。还是你先吃吧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累了。大哥，你一会儿吃完东西就回家吧，别管我。不管你，我怕你这一睡醒不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不放心。你不回家，家里人会误会的。误会啥呀？这有什么好误会的？这样不好，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。行了，别说话了，歇会儿吧，先。等回头啊。我给你做点炸酱，放冰箱里，饿了下点面拌着吃。我做的炸酱地道着呢。谢谢大哥。那你赶紧歇会儿吧。那我一会儿再给你弄热的啊。四儿，哎，给你牛奶。我这还有呢，大嫂。晚上了，别喝凉的了，喝点热的。哎，别弄太晚了啊，早点睡吧。大嫂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金。
你好。好他妈个屁！老二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你们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别他妈碰我！老二，你别误会。我误会了，我误会了。我真希望我今天不在这儿，我真希望我今天什么都没看见。可是我今天他妈在这儿了，我他妈什么也看见了，我什么都看见了。我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，啊？你们太他妈狠了，你们！我他妈心肺都给你掏出来了，你们是不是人啊？你们，啊？马学军，我跟大哥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他妈闭嘴！你他妈就是一婊子！你他妈在外面演什么戏？你这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对不起我对你的爱情。你，我守了你守了这么多年，还有你大哥，啊？你是我大哥，你对不起我们的兄弟情分，我白敬了你这么多年，大哥，从今天起。你不是我大哥，老二，老二，老二，大哥，大哥，老二，你这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对不起我对你的爱情。你，我守了你守了这么多年，还有你大哥，啊，你是我大哥，你对不起我们的兄弟情分，我白仗了你那么多年，大哥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大哥。二哥，你干什么？二哥，别管。二哥，干嘛呢？我他妈剁了他！哎，二哥，别打！二哥，马玄武！二哥，你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二哥，放开我！把刀放下！马玄武！二哥，放开我！你为什么呀？二哥，剁了他！马玄武！你放开！二哥，放开我！我就不放开你！二哥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！我当警察当这么多年，我都没受过伤，今天让你给我伤着了，我就不放开你。你说你们哥俩这是要干嘛呀？啊！现在都有钱了是吧？烧的呀！啊！三儿啊！老大他妈不是个东西了。不是个东西。红梅，迟大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就你一人回来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就是想回来住住了。是不是跟老大吵架了？没有。瞒着大妈，是不是？
没吵架，你一人回来，跟他妈说说，为什么事儿啊？真的没有。哎，你看看这儿，这冰锅冷灶的，不行的话，回娘家住几天吧。啊，我不回娘家，我没脸回去。他在这儿娶的我，我还是回这儿来。红梅啊，红梅，你是明白，你是傻呀？啊，你这是打老大的脸呐！你想让街坊四邻的都知道啊？大妈，您别跟别人说。行了，你放心吧。大嫂，四儿，呀，迟大妈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我大哥对我大嫂不好，我就跟我大嫂来了。四儿，别说了，进屋吧。啊，快快，看那马牌那慢呢。哎，我是真想骂大街了。你说我这警察是怎么当的？天天管别人吧，管着管着自己家乱成一锅粥了。哎，这二哥呢是拿着刀要杀人，大嫂又回老四合院住去了。就是低头抬头的，我真是不好意思在那胡同里待着。哎。你能不能别光听着呀？你给支支招啊！你们家的事儿，我瞎掺和什么呀？哎，你可是我们家三媳妇儿啊！你打住啊！我可没跟你结婚呢。哎，我觉得你这分倒挺清楚哈。哎呀，你说啊，我天天在外边忙，是不是？你帮我留留心总成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大哥大嫂来了，他要办离婚动户口，千万不给他办。你放心吧，这没离婚啊，他们就动不了户口。
只要他们真想离婚的话，得先去街道开个介绍信，完了呀再去民政办手续，这程序复杂着呢。嗯，对。哎，你还提醒我了，我得跟街道也打一招呼，如果他们去了，就不给他们开证明。巧了，这民政办离婚的有一个是我同学，这到时候啊，我给他打声招呼就行了。嗯，对对对，你跟他们说清楚啊，如果大哥大嫂去了，坚决不给办。行，可我就是怕，到时候你大哥不会说咱们侵犯人权吧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俩不挨着，这咱们这是家务事儿，是不是？你说谁家出个败家子儿，那不得有人出面管啊，对不对？不过我大哥倒也不算是败家子儿，但是这件事之后，我对大哥的印象真的是，哎呀，一下是天上地下了，我得重新认识他。一切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还在我心中蔓延，像绚烂的光线，在那一瞬间就注定了永远。岁月如烟，飞逝的画面，爱的诺言变得沉甸甸。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爱就是勇气，就算尝遍所有的悲喜，没有人相信还会有延续。爱就是魔力，只要看着你清澈的眼睛，心就变得透明，又像是第一次相遇。一切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爱就是勇气，全世界笑我都不在意，没人能代替，我只为你伤心。爱就是魔力，为你放弃一切我都愿意，在我的生命里，你是我唯一。